所以应该是蛮好听才会跟着唱吧，不是说哦好难听哦，赶快跟着唱，不然会听到那个小 B 的唱歌的声音，赶快唱大声一点。所以你在 diss 我唱歌很难听？我是觉得你唱的还蛮好听的。你唱啊，下一首就不行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我们因为你知道玩团，我们其实成立蛮久的，然后一直以木吉他为基底，然后有一天呢，我们就去参加一个创作营跟市集，然后我们就遇到宇达，我们是同组的。那创作营就是要你写歌嘛，然后我们就写这首歌。那因为我们就想说，我们不要以都市林间派对的想法去写这样歌好了，那我们就写接下来这首歌叫 New Eyes。这首歌其实只唱过大概三次吧。对，也是网络上还是。对，你知道民谣团也想要那个去一下，所以我们就写了这首歌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，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。这首叫 New Eyes， 对，新的眼睛，就是你突然有点起床，然后不知道干嘛，你就突然有个新的眼睛，就看到很多事情都是不同。比如说你看到个男的，会觉得他是女的，哎，这样举例好烂。那你举啊，就是那这种眼镜谁要啊？我举例太烂，你举不举？就是突然，你看吗？我想一下啊，就是你会觉得世间一切都很美好，对，因为现在外面实在是太乱。哦，就突然觉得电视都播的是好消息之类的嘛，或是他，就我们不要谈政治好了。反正就是哎，突然电视都播好消息。对，然后。世界和平之类的等等，就是你用新的角度去看整个世界，这首歌在讲这件事情。 OK， 好， New Eyes。 所以你看他把电吉他拿出来，他买电吉他只为了弹这首歌，大家来点掌声。就这把吉他他真的很少上台，他超可怜的。对，其实他其实很你是很想玩很 rock 的东西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没办法，现在都市连拍的没有办法。对啊，我决定另组新团，有没有跟我组团？所以现在是开针、哦。对，好啦，唱歌 ，New Eyes。
起一个笑脸。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. 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. 轻轻一点一点，后退一圈一圈，掌声给自己一个笑脸。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. 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. 听到微笑，你觉得出太阳，眼前安慰笑容。告别那么长。好了。